这绿巨人家皮卡这么笨吗？不带虚空法术，我感觉还好点。那带个虚空法术，虚空法术很难发挥出作用。对面是气球。 他没有建筑，他滚木雪球加速地，所以我们不怕他下箭雨什么的，像那个雪球来砸我们，砸我们他还得捡铜帮手，他矿工必须得矿工挖到铜帮手，才有机会打进来，不然打不进来。 去年不是说今年要出英雄卡吗？怎么没出啊？我没说过呀。 敲左边，哦，敲到右边去，还会走到左边来，这样能给我攒一攒的费用。然后顶起来，他肯定会把我打外面了。龙猫手来投他，跟上个蝙蝠，闪电电掣一拳打过去，打过去，打过去。啊！我操，这怎么打不进去呀、啊？他补两个地面的话，很难打进去啊。 不过没事，他现在给我们打到捅路，非常难受的。不过我们也挺难受啊，因为我们两个小法术都会被他给解掉。这个超级没智的跳不出来啊，他们这个猎人下的真好。 再撞一下，要迎来一波连胜，好吧，马上要迎来一波连胜，来。 先下个蝙蝠沉底，这个的话我们下个小骷髅竖着走。投宝手在这里投，挡一下，刚好一炮打掉，狂暴加幽灵肯定是个家居，先垫一下他的塔，再清理个蝙蝠。 在狂暴的没有打断，右边成个超骑可以的。他准备下家具的话，小骷髅，再在后面下头孢手。那这波肯定下鱼钩，下鱼钩的话，右边后右边跟头孢手。
像这个托波首先投他，这个会把他的皮卡往后挤一格，然后再炸点迷炸他就行。走，垫一下，垫豆子，垫一下，撞没撞到，我去，很可惜。垫一下他，盾牌啊，盾牌，盾牌，带盾牌的，带了盾牌加皮卡加幽灵啊，皮卡羊，或者是皮卡锤，但是我们根本不怕他。来，来个贴片同胞手，像这个羊，他这个肯定用活法解羊，因为这不是进化活法，他用利用活法的盾把羊给弹开，像虚空法术，不用挡他，够挡住，撞一下，前面一个蝙蝠，他这波狂暴还没好，一张两张差不多还没好，但是我没有下小骷髅，我们喜欢下蝙蝠，下这个豆子，小骷髅再下这里，已经好了。再砍一刀，同胞手头一回合刚好够，再跳上个羊，这一波他皮卡下不下，下羊，我们直接一个小电，再给这个蝙蝠，再给个电豆子，再给战利品来挡他的羊的鞭子，羊直接冲进去吧，没有冲进去，再来电一手，冲，冲到了吗？好像没有冲到，好像冲到一下普通攻击啊。同胞手叫小葫芦下羊，电豆，再撞一下，电一下，再撞。哦，差一点点啊，很可惜。我们可以沉底不怕，沉底不怕的。到达左边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慢慢洗。小骷髅围杀，加头猫手，加这，垫一下，不急。给他解掉了，虽然我们掉了很多血，但是不怕，他没有打断了，他只有一个电豆子可以打断。这一波跳羊的话，他会用什么打断呢？电豆打断，直接预判电豆，是，哎，十块十块，你，你问他为什么都不带皇族？他总得带一个族啊，也有人带野族，但是少而已。冲啊！干他！蝙蝠，跳个羊，垫一下，数值为什么都不带皇家族？肯定是有一定理，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但是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，是不是？根据卡组来的，根据版本来的。不想跳空气了。只要一套选宿珠、哦、也可以选宿珠，主要看你会不会玩宿珠了。你如果会玩小费的话，可以玩宿珠；你如果不爱玩小费，对吧？年纪大了，可以玩玩石头人、啊、绿巨人，或者是皮卡之类的。
揍他呀，是吧？硬守，看能不能守住。小鸡子成体凤凰，我全有点恶心，真的。这个凤凰我们捡起来非常困难。薄荷的话还行啊，这塌方半场真的是完全解不掉。哎呀，这样子打。 超守不住，守不住这个王子。防守为什么下牙啊？下牙可以减速他呀，下牙可以减速对面。70%的减速。一般几点开播啊？7点。 没有击退的啊。 拉不到呀！
你肯定没有法术啊，接场能力很差，明白吧？就是你总有弱点的，你不可能啊，就把三头六臂，是不是？来跳个羊，这个卡我们很难打，不过我们并不怕。 我去，被他用转机给解掉了。不过我们并不怕，我们打对面这个卡组有机会赢，但机会没有那么大，所以我们得打得非常的好，才能把我们赢的机会给扩大。 我操，没电到。
耶！见识到肘击的厉害了吧？无法输对面等于满血，最后算血量斩杀他吧？怎么会等于满血？篮球啊，没怎么看过篮球。下一招，还是被砍两刀，哎呀，挺烦挺烦。为什么强化传击有的时候冒出来两次，有的时候冒出来三次？因为这个传击呀，它是有血条的。给他的血条打掉，他就不会再冒出来了。我去，他亏了那么多费吗？
打棒球，打棒球，他这个卡没有地面的，电他过一下净化小电，他这卡没有地面的，但他可有可能有黄毛，还有冰冻可能，冰冻没有小电的话要过个小电出来，他没有地面的，守不住我们。 所以很多人在考虑对空过不过，就是地面才是最重要的。你看他没有地面，守个超级的守护，就要超级的投降了。因为他只有一个胖子可以稍微挡一下地面，但是胖子也不算地面，胖子只能用来进攻啊。对面放弃了，不然真的不好说啊。嗯，他打不进来，他解蝙蝠偷包守卫解不掉。 用剑鱼捡吗？亏呀！这个人经常遇到啊，来电一下啊，不知道他什么卡啊？炸弹兵，火猫手这边走一招，操操操，这么猛吗？ 不是，他怎么带了小电？他这卡怎么带了小电？小电加凤凰，火球，猜不出来，应该不是很常规的一个。 这种卡都不一定有地面的，他带了凤凰的话不一定有地面。好，这我直接给你养。他打断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这一波羊跟上个炸弹兵手上你要进化小电是非常舒服的，像头孢手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没有大法术。 带了滚木加小电，没有大法术，我们右边一直清理超级，他不就没了吗？没有大法术，但他解我们的蝙蝠跟偷猫手很好解，他这一波很亏费的啊，整体一个炸弹兵，左边桥头蝙蝠的话会被他给解掉，我们这样下啊，整体一个超级，左边炸他两下。 他现在应该是有进化小电，我们养下铜钟会被他一起电，我们下一路，红包手也要分一下，给这个炸弹兵，这边小电电一下，还有个滚木不够，炸弹兵还能炸到他，这头电一下，下个超奇。 超级跳出来的时候，羊能从他的当下溜过去啊！
再看一遍，真的是从当下溜过去的。遇到这种真可怕，他陈盖女巫肯定是个胖子，他左边我们右边前超级到左边向胖子来换我们，哇去真不远，非常难受啊，好牛，哎给蝙蝠还有剑雨的小心，头炮手晚点跟跟左边，现在没费，我操，威哥不会过来吧？我丢，打我那么多血，本来被把他拖到只剩2500，可能2800，这亏大了，直接沉，反正守也守不住，直接沉。他这弓箭手就相当于送掉了，他又被给你顶个胖子来进攻，我们稍微卖点血能守住，准备跳个羊。哎，他威哥还没过出来。跳个羊就截了他的蝙蝠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我弹，我去我去，这超级的血量都看不清楚啊，太好，感觉对面这个墓园玩的可能这一把玩的不好啊，对面好像玩墓园玩的挺厉害，没人防住吧，很难防，很难防，不过我们会尽力尽力去防对面，对面这位哥我们很难受，啊守住了吗，对面不留法术，真的下进化弓箭手，那神经病嘛！他就胖木啊，开局我就知道他对面是胖木。谢谢炎炎下羊兔的超分 plus， 感谢。就每一张牌不能乱交的话还是蛮强的。直接下桥头吧，感觉清理的效果不好。连弩。像女皇了啊，这样子。有点亏啊，因为他这一波下猪，他右边一只猪，左边三只猪，非常难受啊。我踩，你踩，没踩到。哎呦，很难受，很难受啊！打这个卡，我们胜率不是很高。但是对面没有带火的带啊，还也是冰豆，胜率不是很高、啊。这把打完要下播了。就必须得小点预备他的冰豆子。感觉才有机会进去，不然进不去呀。
我去，这跳空气了！哎呦，不行啊，还一分钟，给了他压力，他才震不出来。不给他压力，他还是能震我的。 没电到塔，有点尴尬了。我操，没斩他掉。 下播了啊！大家拜拜，明天见。两个打对面，其实也有机会赢的。就你前提是你得打得非常非常好，对面稍微有一点点防得不好就打进去了。但如果说你打得非常非常不好的话，对面也打得也不好，那你也赢不了。下播了，大家拜拜。